郑秀文呢日出席圣诞装置嘅慈善开幕典礼，今年圣诞节 ，Sammy 同老公安仔又计划点过呢？而家仲未谂，而家仲未谂，不过系咯，到时先算。而家真系仲未谂。其实我哋好少搞呢啲，同埋我觉得其实物质上其实都好丰富，同埋真系好充足咯。咁即系唔需要，即系买啲咩礼物，基本上都唔使。不过 Sammy 啱啱就因为乱咁食嘢而被验到生虫喎。就是那天我跟我的佣人姐姐说，我说我今天很想吃，你就把它买回来。那晚上我工作回家之后，我就看见它已经放在这个冰雪柜里面，然后我就已经煮过，我以为已经煮过。其实当我吃第一个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点怪怪，为什么这个口感那么黏的，很奇怪。那我就再来一个吧。吃完第二个就真的搞唔掂，太恐怖了那个好感，我就停下来。那第二天问我的佣人姐姐，她说：“哎呀，还没有煮过的。”我就很害怕，没想到真的有虫虫了。